主席各位，出席官员，可否请部长？部长有请。部长你好，罗委你好。我想啊，这个经济的推动啊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哦，这个非常多的事情啊都很急啊。哦，那我想我们七月份开始啊就加薪了，哦，调薪啊，那部长有调到吧？我没有注意到，抱歉。没有注意到，对，忙到好没有注意到。每天事情很多啊，会加薪啊，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那我希望说全部的公务人员加薪哦，但是也应该要负起责任的哈，哦。加薪虽然是这个金额不大，也比例不大哦，但是我觉得哈，哦，很多这个硬性格的事项啊，应该哈，哦，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哦，比如说最近这个，这最近啊这个缺水的问题啊，半夜我有时候睡不着。那想说，最近下大雨下那么多，新店呐，啊，因为翡翠水库是我的选区哈，那应该下很多的雨，哦，应该就不缺水了。可是很奇怪啊，我看那新店溪啊，那我们家一看都可以看到那个新店溪啊，整个水量啊，好像也不多啊，下那么多天的雨啊，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水是不是全部都被拦截掉了？大部分被那个翡翠水库拦掉。所以跟委员报告讲，翡翠水库目前的蓄水量的百分比哦是72%，72%，在说水库能算高的，在台湾的时候水库算高的，对哈，哦，OK 好，那我想啊，哦，大家应该啊，哦，这个不要宁可绝井的，啊，平常就应该要做好这些水的这个工作。台湾啊四面环海啊，有没有考量啊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啊，怎么样用海水淡化的这个方式？这样以后就不缺水了，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成本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离岛哈，或是很多电厂里面都有海水淡化，就是刚刚提到，您讲得很清楚。那一度带多少钱？就是，大概看它的规模大小了哈。以澎湖来说，有人提到说最低可以压到20块，但一般大概30到35之间。哇，还是太高啊！还是太高。有没有办法降到比如说15块？然后未来的这个台湾的水价有没有可能会往上调涨？因为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就是那只谈国光的规模很大，假设全部用海淡的话，那提到最大规模大概21、22块左右，那是有人提过的，但是没有把握，一般大概30到35之间。你觉得，哦，台湾的水价合理应该是在几块钱？因为目前我跟委员报告是这样，我们这个水价很难计算，为什么呢？因为像水库就没有，就算公务预算没有摆在。自来水大陆的水价平均大概是台湾的一般的国家，像我们邻近国家大概台湾的2倍到3倍不等，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台湾的水价很有调涨的空间哦。我们台湾需要算低的，所以台湾的水价很有可能调涨了。这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但目前没有调涨的计划。目前在于那个明年总统选举前会不会调涨？我想目前没有任何的规划，目前没有。有哦，这个不会的哈，哦。电的部分会不会讨论？目前也没有调涨的。计划目前也没有。对的，我想啊，不过总统选完以后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啊。哦，就长期来看的话，使用者付费，我来特别啊，今天讲一下那个偏远地区无水的地的这个主题啊，哈，哦，就新店啊，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土地啊，啊，哦，来成就漂亮的、干净的翡翠水库。就在翡翠水库的旁边啊，像我们美潭里的，啊，哦，像圆潭里啊。啊，以前我们老市长啊，曾市长他们家那边啊，在安坑那边啊，通通没有自来水可以用。部长，你觉得这个合理吗？的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水库的附近啊，不只是翡翠，在它很多地方翡就水口附近哈，一寡家的居民哈，没有办法享用到比较现代自来水。我们觉得这现象的确要好好检讨一下，希望能赶快来改进的哈，因为大家看到那个阳明山啊，仰德大道上面，每次讲到那个山上那边，还不是通通有水喝？那一样在翡翠水库旁边的哦，离市区也很近的地方，也都没有水可以喝。不然这个是不是请你可以这个多加关心一下？一定，我们喝自来水啊，是人民最起码的一个民生必需品，最起码的一个权益嘛，好不好？这个了解，谢谢。哦，请赶快来做啦。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很多像那个老旧思维，或者是说没有跳脱啊，一不小心就中箭落嘛。像朱凤芝朱委员啊，对不对？他做得很认真啊，为什么下来？因为民众求新求变嘛。我们的政府其实一样啊，
这一叶知秋啊，你很多地方他忍无可忍的时候，连水都没得喝的时候，他就跟你拼了、啊，好不好？部长，请你留意这个问题、啊。这个水是非常根本的需要，这点我们已经了解。对啊，像那个花园新城啊、哦，我们也开了十几次的会议啊，现在好不容易有往前跨出一步了、啊，可到现在还是没有水喝了。哦，拜托部长能多多、啊、来体恤一下、啊。当我们新店人牺牲了很多的土地的这个使用，以及建筑的这个限制，来成就整个大台北都会区用高品质最好的这个翡翠水库的水的同时啊，当台北市101所有的人在喝干净自来水的时候，请你将心比心哦，我在翡翠水库旁边我没有水可以喝啊，好吧，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来做一个重振的思维。我完全同意刚才委员讲的，这叫感恩跟回馈，那这是心情，我们应该秉这个心情来做。另外我请教一下哦，我们遇到水灾的时候都有水险哦，部长，现在旱灾很严重啊，我听说哦，本来一直在限水下去哦，开始抢水大战，有什么台积电啊，甚至一些高科技，一个月说用水要可能要500万，要2000万，甚至5000万，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跟如果抢水大战开始，这个、可能有一些夸张的一些哈，因为目前限水这个阶段只到一阶，没有进入二阶，到二阶才有谈到公共用户要不要少还住。过去的经验来说了哈，最严重的情况啊，像台积电的话，他买水一个月要买多少的水？抱歉，这个我没有这个数字，我可以查一下，问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可能1-2千万？抱歉，这个我要查一查资料，我手上没有资料，抱歉。我们看那个媒体报道啊，这抢水大战可能要花1000万、2000万、5000万、啊。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在竹科，那你要去查那如果有些人在后台，我再讲一下竹科本身哈、啊，它有一些蓄水的能力在那边，就是过去的经验造成的。那我请教一下部长啊，既然遇到大雨的时候有水险哦，那旱灾的时候这些那个厂商啊，你们能不能来协助来推动一个旱险、旱灾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险？就是为了旱季保险。对对对，抱歉，我们来研究一下。因为你媒体一看啊，一个月要大概有的大厂要3000万、5000万啊，那个是也相当惊人啊。不过我跟我们报告一下，因为目前我们一切的措施里面是民生用水不影响，工业生产不受影响，所以现在尽量供应，也希望大家能够节水，这是基本政策方向。那部长要查一下啊，为什么讲是这样讲，可是媒体报道就是抢水大战啊，抢水车啊，然后这个买水的话，这个要多少钱？这个水车有可能是很多家公司开始订的，因为他怕万一限水的话，水车的准备可能会提前。这个、我可以了解。那也请你们管理一下。但目前这个阶段还暂时不需要。嘿，未来啦，今年今天不需要，下个月可能需要、啊、对对能下个月不需要，也许明年会需要啊。所以公司可能会提早准备。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机制要做出来，不要一团乱。你看日本人家那个311地震。也没有那边，大家还是这样排队啊。好，那、哦、到台湾如果说一团乱的话，那不是我们就感觉都很没有面子。我了解，好不好？这个制度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干旱不行的话，造成的混乱你们协调啊，消防车啊，有没有那个？这个都会，有可以有备用的，我们都会给供水的地点，会尽量安排车子来处理，这是我们该做的工作。好，谢谢，谢谢。